第614集。酋长老看到叶晨死到临头居然还不停下，冷冷地笑着：哼，真是不知死活的小畜生，想必你身上的机缘也不错，今日就全部归我了，给我死。剑意爆发，刺破虚空，就在剑锋要落在叶晨心脏的那一刻，异变突起，方圆十里风云涌动，一道狂风从深处席卷而来。住手！一道苍老的声音骤然响起，听到这声音，不光酋长老，在场所有人脸色一变，宗主出关了。狂风急速而至，一个身穿八卦长袍的老太婆瞬间出现在了叶晨身前，两指伸出，直接夹住了酋长老的剑。所有力量就此消失，仿佛被一团海绵彻底吸收。酋长老瞪大眼眸看着面前阻挡之人，声音颤抖：宗主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您不是在闭关吗？老人冷哼一声：哼，我若再不出来，我布置千万年的大局却要被你这个废物破坏了。雨落，老人两指的力量彻底爆发，摧枯拉朽之力从两指蔓延而去，长剑直接化为粉末，狂暴的气浪更是狠狠地砸在了酋长老的身躯之上，毫无征兆。酋长老吐出一口鲜血飞了出去，更是狠狠地砸在地上，几乎重伤。见到这一幕，剩下的三位长老乃至周围所有的女弟子纷纷低头跪下：参见宗主。老人丝毫没有理会，他看了一眼正在吸收幽冥长河的叶晨，以及盘绕在周身左右的血龙，眸子微眯，随后猛地转身，双手附在身后，苍老的声音落下：从今日开始，秋云长老直接逐出圣草谷，还有另外出手的三位长老全部降级，剥夺长老权力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谁也没想到宗主竟然为了一个外人直接驱逐裘云长老，更是把剩下三人的身份降级。吩咐完这一切，老人的眼眸落在洛的身上：洛儿，此人是你带来的？是的，师父，我只是……洛的眼神有些慌乱，生怕被责怪。老人点点头，眼眸欣慰：洛儿，为师没有看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谁若再敢欺负你，直接逐出圣草谷。此前我不敢对你太过保护，就是怕蝴蝶效应。今日为师要等的人终于出现了，不需要再顾忌什么。洛听到这句话，眼眶湿润，激动道：师父，叶先生真的是您要找的人？老人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，叶晨眉心的地狱之眼已经闭合，幽冥长河彻底被吸收。虽然叶晨不知道如何使用，但是这幽冥长河结合眉心的力量绝对可怕，足以成为他的一道底牌。老人笑了笑对叶晨道：哼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应该叫叶晨吧。你身上不光掌控着一条血龙，应该还掌控轮回吧。听到这句话，叶晨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悚。老人知道他的名字不算诡异，诡异的是轮回二字，难道这老人知道轮回墓地？这一刻叶晨产生了杀意，轮回墓地是他最大的秘密，如此逆天之物若是被这等强者知道，必然贪婪，不管正邪，那必须扼杀。老人自然察觉到了叶晨的杀意，笑了笑：呵呵，小兄弟，你别多想，此地
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你可愿意跟我去一趟里面？有些疑惑，我自然为你解开。叶晨将杀机收敛，点点头。好，他很清楚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想要撼动这种存在根本不可能。这洛小姐的师父修为可不单单帝尊境中期那么简单，极度危险。十分钟后，两人来到了一处大殿，老人手臂一挥，大门关上，屋内更是阵法涌动，天然遮蔽大阵，不光强者无法查看里面的情况，就连天道也没有资格窥视。好大的手笔。老人眯着眼给叶晨泡了一杯茶，手臂一挥，茶水便是悬浮在叶晨的面前。叶晨伸出手直接握住茶杯，抿了一口，开门见山道：你到底是谁？为何我听洛说你一直在等我？这是叶晨心中最大的疑惑。老人笑了笑，手心对着地面随意一抓，大殿中央的地面竟然震动了起来。下一秒，一块石碑骤然出现，拔地而起。石碑上刻着古老的文字和图案，叶晨根本不认识，但是这不重要，因为石碑的材料竟然和轮回墓地的墓碑一模一样。叶晨凝视着那拔地而起的石碑，石碑仿佛有着一道神奇的魔力，让叶晨的眼神无法移动。哪怕文字和上面的图案不认识，他能感觉到口袋的小石头仿佛要挣脱一切飞出来。轮回墓地的那些墓碑也是震动了起来，他几乎肯定石碑和轮回墓地有很大的关联。老人自然察觉出了叶晨疑惑的表情，站起身，饶有趣味道：看来这石碑你也认识。对了，说了这么久，我还没自我介绍呢。你不是圣草谷的人，也没必要叫我宗主，你姑且就叫我若前辈。叶晨脸色没有丝毫波动，在没有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前，他自然不会套近乎。这石碑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还有，你为何等我？听洛说，你等我上千年了，千年之前，我都没有诞生，开什么玩笑？别告诉我什么逆天术法。你若有着逆天术法，怎么会被困在这血灵秘境之中？若前辈听到叶晨的问题，爽朗地笑了笑，对于叶晨的态度没有丝毫不悦。哼，你的问题很不错，我自然会回答你。其实你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问题，这石碑便是我确定你最大的缘由。你现在的境界和经验应该无法看穿上面的文字吧？叶晨没有说话，等待着对方的答案。若前辈来到石碑身前，指尖逼出了一滴精血。这上面的文字和华夏的有些差距，你自然不认识。不过我用一些手段能让你瞬间明白上面文字的含义。说完，若前辈指尖的精血便在叶晨眼前轻轻一抹，血光覆盖在瞳孔之中。叶晨惊骇地发现上面的文字竟然开始变化，原本古朴的文字竟然最后形成了华夏的汉字，关键汉字之上竟然浮现了叶晨、玉龙、轮回、血灵族这几个字。或许是因为时间的流逝，大部分文字变得残缺不全，叶晨并不能将这段话连接起来。若前辈拿起茶壶，又给叶晨倒了一杯茶，然后继续道：你现在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不是我选择了你，而是这墓碑选择了你。上古时代，域外陨石落向地球，总共有五块石碑落下，一块便是你现在所见的存在，至于其余四块，
这么多年，我也只掌握了另一块的下落，至于剩下的三块，不知道是因为势力隐藏还是什么原因，一直沉寂。或许是落在某处深海之中吧。叶晨听到这句话，眸子一缩，下意识道：你掌握的另一块，应该和昆仑虚叶家有关吧？若前辈听到叶家，表情极其的狰狞，甚至有些诧异，但是很快诧异消失，他恍然大悟道：哦，也对，你就姓叶，估计你就是从昆仑虚叶家而来，知道这件事儿也不算奇怪。叶家那块石碑好像更为强大，只可惜啊，当年我赶到叶家之后，石碑就消失了。听说被人转化了能量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？叶晨感受着口袋小石头散发的能量，微微一笑。估计这五座石碑有着不同的属性，但是最重要的无疑是轮回墓地。若没有开启轮回墓地，也就没有他叶晨的今天。您让我来这里，就是说这些事吗？我赶时间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若前辈听到叶晨的催促，笑了笑：呵呵，年轻人，火气倒是很大呀。我在这血灵秘境待了这么久，更不惜建立圣草谷，就是为了对抗这里面的六位血灵族强者。这些血灵族强者可以说是战俘，至于为什么不斩杀，是因为血灵族体内的力量和我们昆仑虚的修炼者不同，他们的血脉以及力量就好像是我们升级版，这是来自本源的碾压呀。还有血灵族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派人来昆仑虚带走100位帝尊境强者，每一次对昆仑虚和地球来说都是重伤啊。从上古时代到现在，无数次重伤，最后只剩下我们这几位顶级强者坐镇，整个昆仑虚的修炼环境也是陷入疲态呀。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昆仑虚早有一天会被血灵族吞噬，唯有找到血灵族的弱点以及抗争血灵族的存在，昆仑虚才有一线生机啊。唉，我待在这里和血灵族的那六位接触了无数次，这才搞懂石碑的文字，而石碑上文字透露的便是破开血灵族的唯一可能，他叫叶晨，驾驭一条9天血龙。我一直以为这个叶晨是域外大能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在想，会不会这叶晨本身就诞生在昆仑虚之中。至于剩下的你应该知道了，你便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人。叶晨听得匪夷所思，他现在的实力不过是虚王境，血灵境的强者对他来说太过遥远了，他可不认为现在的他具备了碾压血灵族强者的力量。他实在有些无法明白，为何所有人都看好自己，又为何把对抗血灵族如此强大的存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，难道就是因为轮回墓地？